原标题：民国历史名人如何过春节。岛屿老话讲百节年为首，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。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，笔者整理了一些历史名人与春节的故事，有他们关于春节的文字记录，也有这些名人对春节难忘经历的自述。希望读者从这些春节故事中感受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春节。沈从文经历的春运回家难问题，沈从文那个时代的春运问题可比现在严峻多了，不光是抢不到票的问题，民国时期的交通不是很发达，回家过年花费的时间很漫长，乘坐的交通工具也是种类繁多，古今并用。当时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沈从文是距春节还有十几天的时候从北京出发的，他相继坐火车、汽车、乘轮船、坐轿子，花了近半个月才到湘西老家，费尽周折，可见那个年代能快速顺利的回家过年真的是种奢望。鲁迅从夜读作路碑到过年情未增，鲁迅先生其实是不爱放炮的，但是在1933年的春节他心情非常好，那时候鲁迅已经53岁了，他带着当时还很小的儿子周海英在楼顶连着放了多种烟花爆竹，这就和他早年对年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1917年除夕夜，鲁迅写道：夜独坐路碑，殊无欢醉之感。从那时候看，鲁迅先生对年并没有什么感觉，甚至觉得年没有年味，可见一个人的境遇和心情很影响过年的氛围和方式。张爱玲笔下的年有些冷，过年去找心上人却被冷漠拒绝。张爱玲关于过年有两个部分，其一是张爱玲的文章有专门记录过年的，如《异乡记》中曾详细写过杀猪过年的风俗习惯，在他的笔下对于杀猪过程的细节刻画透露着一股冷峻的风格。摘一段细节描写给大家：一个雪白滚状的猪扑翻在桶边上，这时候真有点像个人。但是最可憎可怕的是后来完全去了毛的猪脸，整个地露出来竟是笑嘻嘻的，小眼睛眯成一线，极度愉快似的。这是张爱玲笔下的年。我们再聊聊张爱玲过年期间见心上人被冷漠拒绝的故事。那是在1947年大年初三，当时张爱玲坐火车去温州找自己热恋的胡兰成，但他并没有得到胡兰成温暖的拥抱，而是冷冰冰的拒绝。胡则问张爱玲谁叫他来的。也是这一年，二人的这段恋情也终结了。1947年6月，胡兰成收到了张爱玲的诀别信：我已经不喜欢你了，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。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。彼为时以小机故示意险境，不欲增加你的困难，你不要来寻我，即或写信来，我亦是不看了。这段失败的恋情也导致了张爱玲的写作事业曾一度陷入谷底。总之，张爱玲的年总有些悲伤的成分在。胡适过年饭局多，从早吃到晚，相比张爱玲，胡适的年过得真的很热闹。我们从胡适先生的日记就能感受到胡适先生过年是很忙碌的。1934年2月，胡适在除夕这天有三场饭局，中午有两场，晚上有一场。他1934年的日记原文是这样写的：午饭在欧美同学会，有两局，一面是孟和、孟真为元首和践行，一面是与上元约梁实秋吃饭，并有金府、伊多、吴世昌、陈梦家、龚超、林伯尊众人。晚上到美国使馆吃晚饭，我回家时家中过年的客还在打牌，我打了四圈就去睡了。他们打牌守岁直到天明，可见胡适先生的年过得充实而且欢乐。冰心
回家路很疲惫，不饮不食，只求回家冰心的春运路途也很艰辛，和沈从文的经历相似，也是乘坐了多种交通工具。他从北京出发，相继乘坐了火车、轮船、无轨电车、人力车等交通工具，历经九天才到了上海。冰心曾感慨，这段回家的过程，我已置身心于度外，不饮不食，只求能睡。可见冰心在路上是身心俱疲，尤其是他在轮船上待的那段时间很辛苦，将近三天的时间全在狭小的船舱中，不但要忍受孩子的哭闹声，还有机器的轰鸣以及刺鼻的脚臭味。所以说那个时期回家过年都很不容易。这里有一点得给大家说明下，民国时期很多人回家过年都是12月中旬或者月底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民国推行废除旧历，推行国历，春节是不放假的，政府提倡按公历元旦过年，所以这和我们现在过春节的时间节点有所不同。陈寅恪，过年虽喝粥，但彰显气节。陈寅恪是我国著名学者和文化名人，印象最深的是陈寅恪惊人的记忆力，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，靠着过人的记忆力写出了柳如是别传的著作。这是题外话，我们聊了陈先生的春节是如何度过的。当时是1942年，陈寅恪一家困居香港，生活窘迫，甚至无米下锅。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，陈寅恪先生依旧保持高尚的气节，断然拒绝驻港的日军送来的白面。除夕年夜饭一家人喝粥度过，虽然有些寒酸，但陈寅恪的行为值得世人铭记。这就是民国名人过春节的一些故事，有春运的艰辛，有悲伤的回忆，有气节的彰显，也有饭局的欢乐。其实无论是哪个历史时期，回家过年的心情都是一样的。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，我们每个个体都渴望家庭的团圆和温暖。蔡文章结尾，祝各位读者春节快乐，阖家幸福。祝本文配图来源于网络，版权归原作者，文源力通编任会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